叫新娘上车，啊，我后壁问几年哦。新娘啊，准备上火车。新娘车啦。哎呀，出门买底个票，哈，坐好，吃。起行。娘喂，已经往六十快速道路啊，想袂到阮查某囝，声音才响两个有拄着，靠腰啊！你当时在我后边，那是阮弟弟的声。哎，弟弟，你面底奇怪，我已经嫁到乌家，你哪会倒来？我怎么倒来呢？我咧通话，你闹死哦，拖油瓶，哪里也无去啦！啊，搁伫厝内底，啊，枪嘞，枪嘞啊！家长做伊做你啊，等下啦，倒赛。爸，你吹落去啊！查某囝嫁出门啊，我这老大人咪当放心了。